肚子不累，嗓子累，你这方法就有问题，这是我害怕的啊。我的处理呢，把这首歌处理成了美声通俗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叫法叫什么？叫美通啊，一定要有美声的腔底。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，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，草原上的一条小河，绕过高山，穿越大漠，征途上还有无尽的跋涉，不要说第四本的精编版，还没有书的同学来链接上起来，链接59元包邮到家啊！有了书了，你学唱歌太方便太便捷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书的同学赶紧的把书买回去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！